当姆巴佩被队友吉鲁摸头时，顿时倍感无奈，瞬间拿起梳子整理了一下帅气的发型。内马尔在训练时搞怪不断，最终成为了场上最靓的仔。当哈兰德取得进球后，竟带领队友做起了夸张的庆祝动作，真的是太有趣了。当内马尔光着膀子庆祝时，岂料下一秒姆巴佩就加入其中，哥俩对着镜头就是疯狂搞怪。哦嘿嘿梅西看到前排聊得火热时，竟在后面提醒了一下，示意我来了。梅西在起脚射门时，不料却打在工作人员的后背上。KO。比赛前，姆巴佩调皮地往镜头上贴纸条，然后潇洒地离去。